你好，我是蔡翔，我平常的工作是一名演员，上节目或者是拍戏，也很喜欢看书，所以其实用眼非常的过度，那就会让眼睛非常的酸涩，但其实我就觉得好像自己休息一下就可以了。就有一天我就照镜子，我就发现天哪，我眼睛下面有两大坨的眼袋跟很深的泪沟。后来我就上节目之后，就被一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点的前辈说姐姐，也有同事讲说，哎，其实本人看起来好像不止大5岁，甚至是10岁这样子。我就觉得天哪，眼袋好像真的会让我很显老。蔡翔其实他一开始在咨询的时候，主诉其实是他觉得他老态，脸凹凸不平，泪沟很深，包括双眼皮不对称，所以他有时候上妆或他化妆他拍戏的时候，其实他都要贴双眼皮贴，那真的比较不方便，对皮肤也不好，很容易松弛。再来就是泪沟跟他的眼袋沟都还蛮深的，然后合并苹果肌塌陷。再来就是眼袋的部分，蔡翔的眼袋确实是蛮大的，那眼袋有时候靠化妆，当你严重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已经没办法了，而且那个黑眼圈也很严重。其实很多人都有一样的问题，年纪还蛮年轻的，可是泪沟很深很深哦。那因为现代人其实常常熬夜应酬，这个都会加剧。可是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是，第一个，随着年纪本来就会有眼袋；第二个是脂肪的流失。在很年轻的时候没有眼袋的问题，可是你随着年纪，当你胶原蛋白流失，你的脂肪流失，你的苹果肌塌陷，眼袋变得比较松弛比较大的时候，呈现的就是老态的感觉。很多民众也是这样子的，不是很清楚说到底泪沟啊、眼袋啊、有什么不一样啊，都会说我泪沟深，我都睡很饱，为什么我还是一直被说睡不饱？最根本还是眼袋的问题啦，一根手指头是泪沟啦，所以它如果超过一根手指头，其实那个其他都是眼袋沟。第一个我会评估苹果肌有没有塌陷，如果像蔡翔苹果肌蛮塌陷的话，我一定会搭配补脂。那再来是眼袋的话，是做脂肪转位填补泪沟，然后合并苹果肌补脂跟泪沟补脂，好，那效果就会呈现的比较自然。除此之外，我有帮他就是加强了鼻子跟法令纹，还有下巴的部分，用补脂的方式去微调它，所以他脸型其实做完手术是看起来有一点变瘦的，因为我下巴有帮他稍微拉紧一点点。很多客人或很多民众很担心说有没有伤口，会不会被人家发现？其实好的完全看不到伤口，包括补脂的部分、眼袋的部分是没有伤口的。那眼袋的部分就因为我是做脂肪转位，修复期大概就是一个礼拜，在苹果肌这部分会有一个外固定线。好，那线的话我会帮你贴肤色的胶带，然后会让你尽量看不到，只是说拆线的部分是5到7天，拆完线之后就基本上是没有伤口的。来精华的话，我们就是脸部的状况是客制化的，蔡翔的效果我希望它呈现的是第一个自然，然后第二个是脸部的协调性，然后再来就是年轻化。咨询前我会很害怕，就是我会不会没有办法做这个手术，因为有些可能会说什么体质的关系或怎么样，然后我很害怕我会做得不漂亮，或者是医生跟我讲说你可能不适合做这个手术，我最开始是担心这个。因为伟农医生他的美感特别的好，就他除了专业度之外，他要有他对于你的脸型，可能你的双眼皮的比例或是你的眼袋你要做怎么样的修整，在我脸上做了很多记号，然后甚至还帮我补强，因为我有大小眼的问题，就是我的那个双眼皮可能是应该是因为老了，所以就有一边眼皮就松掉了，这样子胶原蛋白比较不够，所以医生也有修一下我的眼型，苹果肌我也有掉下来，这些小状况是我本来没有发觉的。其实不会，就是有些人会想说什么眼睛可能会有一点东西在里面，但我倒是觉得完全没有感觉，就是很肿，可是因为我就很认真冰敷，大概2个小时我就调闹钟，然后那个每天冰敷，大概1个礼拜就可以了，前3天就是冰敷，然后后面再慢慢的就是冷热交替这样子，所以它其实没有什么恢复期，1个礼拜就很快。
最后拆线是，因为脂肪移位，所以在外面这边有一点点的小缝线。一个礼拜后拆掉，就是用透气胶带把它贴着这样，然后现在也没有什么疤痕。这个结果真的非常满意，而且每一个人看到我就说，我真的觉得你早该去弄一下你的眼袋。我就说，对，我为什么会在就是一直觉得化妆就可以把它盖掉？因为化妆其实真的盖不掉。为了方便加上美观，直接把它一次弄掉，非常的轻松 ，CP 值真的很高。然后我还跟我朋友讲说，以后我要是还有眼袋，我就这个手术，我觉得活到老做到老，差太多了。